嗯，这个是一房，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一房，这是它的一个 suite 的大客厅、厨房、厨房带窗哦。这是 dining area， 然后这边客厅，就这个户型你做完了隔断以后呢，你还有个 suite 的客厅、洗手间都是带窗户的，卧房也很大，然后采光也很好。这样的design就很漂亮。